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一节，耶和华伫埃及地吩咐摩西阿伦讲：恁着用本月做正月，做一年的头。恁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讲：本月初十日，各人着照老爸的家，取羊啊，一家一只。若是一家的人伤少，吃未了一只羊啊，本人就着甲伊隔壁的厝边公家一只。恁一比羊啊，着照人额甲分量计算。五十都无下数，满年的公羊啊，恁着对面羊里厝，还是对山羊里厝拢通，着留到本月十四日，伫黄昏的时，以色列全会众将羊啊杀，大家着出淡薄血。我伫食羊啊，的迄间厝沾平的门卡甲门牌。八十，迄暝着食羊啊的肉，用血香，甲无加饼，甲苦菜掺地食，唔通青青食。骨断唔通食水煮的，要带着头、腿、五脏用火烘了食，唔通剩落淡薄，留到过早起。若留到早起，要用火烧。十一节，恁食羊啊，要腰下大，脚穿鞋，手中也乖啊，也要赶紧食。这是耶和华的挽过节，因为迄个我要巡行埃及地，将埃及地一切头前啊生的。无论是人是精神都要打死，搁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，我是耶和华。十三节，这个会要伫恁所点的厝做记号，我一个看起这个会就对恁搬过。我打埃及地头前我生的时，在下无要临到恁前上别恁，恁着纪念一日，就做耶和华的节，做恁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十五节，恁都食无加饼七日，头一日就将加对恁达间厝堵去，因为对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，囡仔食有加的饼的，要对以色列中堵去。头一日恁都有献花，第七日也都有献花。这两日来，除了伊比个人所得食的以外，无论虾米工拢唔通做。十七节，恁都收无加节。因为我拄拄第一日将恁的军队对埃及地带出来，所以恁就守一日，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对正月十四暗时，直到二十一日暗时，恁就食无加饼。十九节，伫恁达经厝七日内唔通有加，因为囡仔食有加的米的，无论是寄卡的，是本地的，就对以色列的会中堵去。有加的米，恁拢唔通食。伫恁一切徛起的所在，都食无加饼。二一节，摩西叫以色列的众长老来，对因讲：恁着照街口啊，取羊啊，将这个搬过一个羊啊台，着摕一把的牛切草，阮搬来的花。我伫门外，甲相边的门徛。恁无论虾米人，也唔通对家己的厝出门，一到明仔早起。因为耶和华要巡行打死埃及人，伊看起有血伫门外，甲相边的门徛，就要搬过迄个门，唔准备性命的人入恁的厝，杀死恁。这个呢，恁得受伊作为恁甲恁子孙永远的定例。二五节日后，恁到耶和华照所应许赐予恁的迄个地，就得受这个呢。恁的子儿若问恁讲，行这个礼是什么意思？您就讲，这是献予耶和华搬过这一节。当以色列人伫埃及的时，伊杀死埃及人，越过以色列人的厝，救咱大家，对安尼百姓阿头敬拜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阿伦，以色列人就照安尼行。二九节到半暝，耶和华将埃及地所有的大件，就是对这宝座的发怒。直到受了关伫家内的人的大囝，以及一切头水生的精神，一尽拢杀死。法老甲一切臣仆，甲埃及的众人，每时拢起来。伫埃及有大啼哭的声，无一家无死一个人的。三十一节，每时法老召摩西阿伦来讲：起来，连恁带以色列人对外百姓中间出去，照恁所讲的。去侍奉耶和华，
也照您所讲的，恁羊群牛群带带去，也得给我祝福。埃及人随便百姓，叫因紧紧出离迄个地，因为埃及人讲，阮拢死啦。三十四节，百姓就摕无干的青米，将青米的气库包伫衫裤内，压伫肩头顶。以色列人照摩西的话行，对埃及人讨金器银器甲衣裳，耶和华予百姓伫埃及人的面前得到恩典，得到埃及人予因所讨的，因就将埃及人的财物抢去。三十七节，以色列人对蓝色起行去索格，除了妇人男婴以外，步行的查甫人约有六十万，搁有真侪十族的人。也有羊群牛群甲因三角上去，因用埃及带出来的青米行做无加饼，这个青米原无法加，是因为因受催逼离开埃及，未当延迟，也无为家己预备虾米食米。四十节，以色列人踮伫埃及共有430年，拄拄满430年的迄日，耶和华的军队拢对埃及带出来。这名是耶和华的名，因为耶和华带因出埃及地，所以得按耶和华坚守，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坚守的。四十三节，耶和华对摩西阿伦讲：看过节的日是安尼，我帮人拢唔通食这个羊啊，但个人用银买萝卜，既然受割的就通食，寄卡的甲请工人拢唔通食。应当伫一间厝内食，毋通将一块肉对厝内带到外面去。羊的骨头一支也毋通拍断。四十七节，以色列全会众拢得守这个礼。若有出外人寄卡伫恁中间，愿按耶和华守赶过节，伊所有的十波人也得守割礼，然后才准伊来遵守，伊也就亲像本地人一样。但未受割礼的，拢唔通食这个羊啊！本地人甲寄居伫恁中间的出外人，拢共一样的礼。五十节，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阿伦，以色列众人就安尼行。拄当迄日，耶和华将以色列人照因的军队对埃及地带出来。